怎样上班才聪明？工作时，除了掌握自己的进度，也要掌握老板眼中的进度。因为有一种闲，小老板觉得你闲。别忘了将你的行事历用 Double A 吉顺中性笔填满，字迹越潦草越好。事情大小不重要，看起来多才重要。娱乐效果，请勿模仿。Double A 祝你工作更有效率。